当你听说白鸡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白色的鸡冠吗？其实白鸡冠是一种茶的名称，现实中的它在岩茶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它的芽叶奇特，叶色淡绿，绿中带白，芽儿弯弯又显毫。它与大红袍、铁罗汉、水晶龟并称是武夷山四大名葱，属于武夷山岩茶，在四大名葱中是最有辨识度的茶。白鸡冠有一个特点，自带药香，这是岩茶中比较少见的一种。泡出的茶水晶亮有光，清香扑鼻，清凉甘美，茶感嚼起来也带有一股香甜。诸多的特质导致白鸡冠深受女性同胞的钟爱，甘美香甜，正如甜美的女性散发迷人的芬芳。都说好东西要和朋友分享，快来一些送给你周边的好闺蜜吧。今生有你，不求其他。